看到了。哦，对，来吧，进来吧，这个白事这家。白事儿。这儿你走啥呀？不是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都确认你是唢呐演奏家了，你进去啊！你才唢呐演奏家呢，你们全家都唢呐演奏家。哎，不是，那你手里拿的是啥？机关枪。大姐，你接了单，不能因为看见我就放全村人鸽子吧？说好的是红事儿，怎么变成白事儿了？还骗我去白头大酒店，然后又让我来白头村，你们什么情况？我光打车就花了小200块钱。我只是说要找个吹唢呐。是你们中间人以为是哄事，这不能怪我吧？再说了，白头村我也说得明明白白的，不信你问去。我不想问，没这个必要。我不想跟你以及贵公司有任何的瓜葛，你让开，要不然我报警。上次把你手机碰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再说我不是帮你姐夫解了围吗？好人菩萨，刚去世这位刘大爷以前也是吹唢呐的，过去都是他给别人吹。你现在他走了，我不能连一个为他吹曲送他上路的人都找不到吧？不管这是不是我公司的活儿，你来都来了，就当送送他，送送你们这位唢呐界的前辈，行吗？车费我给你报。送前辈可以，但我看到你这张脸，我要收精神损失费的，加上我来回打车费，1000块钱。行，曲儿我给你备好了。什么曲儿？你真吹啊？你侮辱谁呢？当然真吹。哎，等会儿，把外套给我一下。是真吹呀，不然呢？不是说假吹吗？我不会假吹。那吹啥呢？刘大爷平时都吹啥呀？他吹大楚宾呐，像那个苦气罐呐、二泉影啊，这些基本上都。那行，那就吹这些。老师们能跟得上吧？瞧不起音是吧？来，准备。那我吹啥，您就跟啥。好。来，准备。各位乡亲父老，吊唁仪式正式开始。天地同悲，山河半怀。今天，我们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，共同送别刘大爷最后一程。刘大爷的一生忠厚善良的，拜托我应该没问题了，千万不要耳鸣啊。见证了多少个家庭的离合悲欢，今天我们也用唢呐为他奏响人生的最后一首离歌。
别说，这个小姨子真有两下子。